这是大戏前的热身，已经成为最能够拴角的经典大戏。把我们家的这个传世珍宝，自愿君心死不心，铁杆去名家学者讲京剧故事，展国粹魅力。这出戏啊，是很难得的一出欢乐喜庆的戏。我觉得他们俩合在一起就是绝绝子，喜乐如意，龙凤呈祥。云端贺岁大戏《龙凤呈祥》导赏节目《戏曲正青春》，1月25日18:30，尼姑视频独家直播。